但是我是这个没办法站起来，我那个技术不太行，好累呀、站穿的好累。不能，走也走不到，你也看不到。我要调机，调手机位置，调来调去，调好麻烦。是包的啊，其实那个配上一些丝袜的话，那个效果也是很那个很诱惑的。稍微舒服一点点。现在几点了？没有一双。继续点赞呐、赞到我觉得 OK 的话，我会站起来。拉得了的这个，它可以松一下鞋带的。好了，舒服一点的，就容易穿的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会容易穿啊？因为它这里踩上去，你的重心往在这里的话，它这里是有那个可以往这里去，就是说，不是啊，它会那个，它会有帮你就有弹力的那种，稍微的弯的一点点。不会像细跟的，它就一直是90度，就那个脚趾就受力的会很辛苦。但这个的话，它可以用脚后跟吧，脚后跟那里可以分担一些你身体的重量，所以它不会那么累。而且就是这个是我改进后的一个小细节吧，这里面不会皱了。以前的那些细跟的话就会皱。像这里，你只要一踩上去，它这里就会起皱的，这没有防水台，而且它直接就是你的脚趾甲、脚尖直接就是接触地面，但是这个是不会的，所以想学站立走的一些朋友啊，建议你可以买这个款，而且舒服多了，颜色变换或者什么的话，都那个都多一点，当然这个细跟的也一样。
一样是可以用这个颜色去做的啊。